难道中国影音平台 TikTok 在美国即将面临封禁下场的时候，还有其他应用程式取而代之，要触发自然风暴吗？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个在美国大受欢迎的新闻应用程式 News Break，但它却是被爆料制造假新闻，陷入侵权争议，甚至还将美国用户的个资转移到中国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News Break。 究竟是何许人也？它是美国下载次数最多的新闻 APP，还自诩为所有地方大小事的来源。据称，用户人数已经是突破了五千万人。只不过啊，人红是非多。据统计，这个 Newsbreak 自启用以来，已经闹出至少四十件新闻假新闻案件，甚至还发生过啊，捏造假名截取地方新闻报道，再利用 AI 改写，掰出了十篇误导性新闻。 不过啊，由于造假的行径实在是太过于明显，他最后还是被逮个正着，被受害的新闻台控告侵权，甚至啊还惊动了警察。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是 Newsbreak 报道了一个关于纽泽西州的耶诞节枪击事件，还宣称这个小镇枪支暴力频传，引发人人恐慌。 结果，当地的警方马上就站出来辟谣澄清，打从一开始其实就没有任何枪击案发生。没想到这个 Newsbreak 都已经被警告了，竟然还拖了足足四天的时间才把这个假消息给删除了，可以说是完全不在意乐天人的感受。但其实除了行事作风很奇怪之外，更引起当局注意的是，有 Newsbreak 的员工爆料，他们的总部虽然位于美国加州，但是在北京、上海也都有办公室。 而且演算法背后的工作也大多在中国进行，这是因为公司一百三十多名工程师之中有一百人就住在中国。那么这个消息传出后，Newsbreak 就被批评是美皮中骨的企业，但是否将成为 TikTok 的翻版，甚至是卷入自然泄密的官司，恐怕还得持续观察。 好，再我们把焦点从美中转到朝鲜半岛，来看看。就在今天的清晨，又有南韩的脱北者团体向北韩发送宣传气球，但这回里头放的除了平常的这个打倒金正恩卷政治传单之外，还有五千枚 USB 跟两千张一美元的纸钞。那么要这么多 USB 是要储存什么东西呢？答案就是啊，K-pop 偶像林英雄还有韩国演歌歌手刘迅儿这两个人的歌曲。 除此之外呢，如果想看影集了，还有附赠韩剧《冬季恋歌》的影片档，就是裴勇俊在二十多年前主演的那一部。那么很明显的，这一波南韩气球行动是要以文化攻势说服北韩人民归顺。这个团体也向北韩人喊话，这些歌曲、影集都是自由世界的物件，未来还会传给他们更多来看。 但是呢，根据外界的分析，北韩政府不管是面对硬实力或者是软实力的攻势，都绝对不会买单。所以，两韩之间的空中宣传战恐怕还会再打一阵子。好，最后我们将镜头转到中国来关注一下，到底对小孩的教育可以残酷到什么程度呢？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，一位身穿军服的教官用手抓着一个孩子，那么他抓着这个孩童的脖子，不断把他的头部压进水中，提起来又再压回去。 根本没有给小孩任何喘息的空间，而且后来这名教官竟然还要求十个孩子列队站在水池里面，高举玩具枪，还用大声功在他们的耳边呼喊一堆贬低性的言辞。据了解，这所谓的军事化教育就发生在中国广西一处暑期训练营，这里有着“创世魔训”的称号，标榜着要以军事化的训练培养孩子坚强的意志力。 结果可想而知，这些影片在网络上曝光之后，马上就被中国网友炮轰，根本在虐童吧。没想到营区的负责人竟然告诉了媒体，刚刚片中被压进河里的男童是因为水性比较差，所以才会反复用这种方式克服他的障碍，甚至是完全否认训,训练营中存在体罚的行为。但即便如此，大多数人见到这种魔鬼训练之后，还是难以认同教官的教育方式。以上就是这集的国际推播。 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《环宇新闻》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